我在叮当，我要溜出位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啊！拍一下他的牙齿，哦，吞了下去，全部都吃了。接下来我们来搞那个鱼虎，鱼虎是我们台湾目前被称之为生态杀手，然后我们今天就是主要来移除个鱼虎，然后看看能抓到多大尾的，我们就试试看吧。等下来放棍哦，那我们是放单棍哦，我今天是用那个25号的大班钩，班啊高这么大哦，100号的绑线，100号的棒线，然后因为要有弹性嘛，啊不会的鱼虎它的力道很大，它那个瞬间那种拉力很大，所以我去用这个，伊阿你去个辛苦，安尼，我袂错等伊啊对话啦，安尼我袂失败啊啦，搞我头前用绑的较用，哦用绑的，啊后边用夹的，哦用旅馆夹的，哦这是我研究过最强的。最好用的啦，比较不会失败的。但是这条肚瘤真的很大的，还是105匹啊！你忘了举手在抽，水线的。喂，因为怕中大雾哈，被它跑掉。里面用粗一点的。我抓多少？你要看注意啦。我们今天的鹅，无少中猪啦，这有够贵啦，用得粗呀。我们今天鹅用这个啦。我是九十分，这样就 OK 了。来看我嘞，看我，看我，过来，来来来，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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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。好，我把这个哦，一定要一居民，因为日月潭是要长退草的哈，你才够放个一瓜而已。啊，我当然退草哦，那个变成白灵丝的食物啊，会钓到白灵丝哦。OK， 你怕死个了，这种就让你怕死个啦，真酷，系啊，好意。等下退潮差都济啦，大个，来不？快来，来，好，我来往前。我们拍摄影片真的很辛苦，花费也很多哈，我们。大家多多支持好不好？然后我们是有空才来的，移除外来种不是我们的职责，好，我们是在呼吁好不好？有的人就好像说，觉得说好像是我们的责任有没有？那不是我们的责任好不好？我们也没有什么赚钱的，都是掏腰包的，我们也不需要人家赞助，好，要移除外来种还需要人家赞助，移除就有赚钱的，变相敛财，我们不要这样。OK， 行啊，如何啊？要求完成，那我们还是持续做什么像什么哦，把今天的事情把它做完。他们小船已经先上来了，没办法，因为真的下雨了，下大雨了。那怎样了？我不服啦！哎呀，我多喝啊！把事做完了，对吧？男人怕两种事情而已，一个是懒觉不会硬，一个是没钱。不用怕，走。来来来来来。OK， 好的，套路好的，好的，姑娘来，来来来，好，行。这里啊，会长大，这里长大，这里会长大，这里会长大啦。
不用讲大咩啦，肥得干嘛？你别太高难啦。我们现在等待的时间哦，后来你去娱乐情况下，我也要去到大理啊。走。宝贝啊！哇，赞哦！嘿，漂亮的红魔鬼，又是红魔鬼。哦，差不多，你看，好像其实我们要去收棍，那个。盘子呢？小盘子，红魔鬼叫我接啊！我们上次有拍过红魔鬼哈，自己去看一下。我们之前有影片了，红魔鬼的影片，最好吃的红魔鬼。这都不怕了的哈，直接抹少许盐巴酱，再烤原汁原味的。这款鱼啊，是外来种，我们丢。就是我一直在讲哦，外来种它并没有错，是把它也放，把它放生那些人的错。红魔鬼它本身，它一开始在台湾就是一种就是有经济价值的可以食用的鱼，然后后面就是一些弃养乱放生，才导致说就是这里泛滥。然后生物本来都没有错的，只是真的是人类错的最多。来这样，对不对？就那个，对，我就这样。就像这个，嗯，准备。那我们等到现在已经黄昏了啦，我们要收了，我们就一本一本的收，然后看看有没有。很多人说希望说啊，我去用路亚钓干嘛的？路亚很多人拍了哈、哦，很多人拍了，我们就不拍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北丁北丹，共姑啊！其实前面已经收了好几人的共姑，啊，大事不妙哦！这边我是我较加用放棍的，因为我放棍的装备一直加强，一直加强，一直加强。然后希望说有中到说自己满意的鱼货这样。好了，哎呀，有吼、哦，远远看他都是拉一直拉的。好，继续，有没有抽一条？过来一下，好好吃。左前方。啊，马是共夫啊，没那么简单，真的没那么简单哈、哦。反正嘛，可能运气不好吧，没关系啦，就是呈现最真实的大家看。然后我再跟大家讲，就是说外来种不是他的错嘛。外来种都比较强势嘛，所以才会造成我们生态的浩劫嘛，变成生态杀手嘛。那就像我们一些人了没有，人家比你强大，难道你要就是一直屈服他吗？还是说，对吧？人比较强呢，人侵入到你家，你就要让他吗？不行，这样子哈、哦，不该在我们台湾的河域生态哦，我们就是要移除他。阿伯搞，阿伯搞，呀。那是共姑，等下去，等下去。哎，我开下门咧，啊，就坐门咧，看下都啥门咧吼，三十门咧。好，坐掉啊。你有信心呀不？我们这个没有剧本，没有套路的哦，没有作假的哦。哇，跳跳嘛是歪家，所以无开门的希望啊。小时候日潭真的很漂亮，超漂亮的。哦，这水哦。然后日潭的因为什么鱼越来越少，就是鱼虎造成的。快点去门，去门一门。哎、欸，这门屋啊，这门屋。哇，你没得吧？我在叮当。会游出位啊？开班嘞。还有啊。有啊，确定有，这确定有。你啊，问一遍，不是？我等你准备哦。好，我提起嘛。哦，快点买啊，快点买啊。错。哦，我看到冇？你回去冇？嗯。来，准备哦。来，来个头型嘞。我头型嘞。我弄个出。来哦。好，放下啊。
你船要要条？我带。我来关起啊！一、二、三、二，水啊！抽，紧抽！哦，你快出去，拍一下他的牙齿。哦，五宝，吞了下，全部都吃了。大拿水麦套哦，我看着跳掉的。哎，哇，那多一层保护好了。哇！啊，无管哭，无管哭！哎，等下全部要收鬼，要收鬼，有信心了，有信心了。从白天搞到晚上哈，还没收完，因为有三十本，因为那个日月潭差不多1000甲的腹地，然后我们就三十本分开放这样，啊，天都暗的，收到这本好像是没几本的啦，还是要收啊。那这种东西就是这样，可遇不可求。然后真的日月潭鱼湖。真的很泛滥，那为什么我说可遇不可求？因为鱼虎很聪明，真的超聪明。然后这边渔民都有在抓了，但是抓不完啊，永远抓不完。相信我，永远抓不完。因为台湾我讲过了，我的影片我都有讲，台湾没有一种外来种。台湾政府花那么多钱，不管什么政党，给那么多的专家学者研究单位，没有一种移除成功的，真的。那我们是尽力做而已啦，吼，没东西。帮姑。蒙古，这门康庆，好啊，来。然后这个影片也希望呼吁大家，就是不要乱放生，不要乱弃养，然后大家有空来一起消灭外来种，哦，就是呼吁大家这样。你看都还活活的，你看。但是鱼虎真的很聪明，这么好吃的东西他还不吃的。那里。线没有在动。对啊。有浪家。当时很贵，而且它很大，贵高呢。嘛是没有。哎呀，让洗洗掉。好。无啊，遐个是门啊。头前个是门，头前个是门，头前个铁门收的30门拢收啊。第29门，剩最后一门的希望了。OK。最后几门啊？最后几门？最后二门的也是没有。嘛无啊，无啊，你去做。每天每当真的没有，然后接我一下。今天30门收完了，我们只中一尾，然后这一尾大的，那没关系，那我们下次再来。